那我们欢迎来到那个 Cross Cup 主议程轨。那接下来我们这场议程呢，将会由 Kevin 陈凯文来为我们带来开放走道开源 OSCRIC 发展状况。那我们掌声欢迎他。啊，谢谢大家，那个长官嘛，哈，各位大家好哈。然后我是工研院的凯文。那这个是今天我要讲的题目，是关于开放走到开源，那 OSC 在 RIC 的发展状况。在电信业里面，其实 ORAN 这个词最近很红嘛。那他讲的是有关于开放网络架构，这个架构呢，其实可以组成白牌的 5G 系统这样。那因为这个架构的关系啊，所以这个架构里面的一些网络元件啊，目前有 OSC 这个社群，来提供相关的开源软体。那我们今天的话呢，就是要来分享 OSC 里面这个 RIC 的发展状况。然后我先偷偷介绍一下我自己的哈，就是你们看，先看右手边是我的大头照。不过这两天我应该用这种蒙面的状况跟大家见面了。那看右手边的话，就是我这二十年是有故事也有事故的二十年这样。那应该大家可以很明显的看出来出事的是哪些年这样。那这个是我跟朋友去创业啊，这个域名啊，现在已经没有维护了，所以大家点进去的时候可能不知道会带到哪里去这样。那当初啊，我没有参加 Cross Cup 的 Lightning 秀这样，然后秀完之后就没有然后了这样。好，那我们来看一下下一页，那我们开始进入今天的分享。那我们会先从这个 software community 里面发展的状况谈起，那再谈有关于 software community 里面提出的一些 architecture。那在这个 architecture 下面，我们可以做出哪些应用程式？这样，最后就是我们会分享一下工研院在 ORAN 的 SMO 跟 RIC 上的一些解决方案。那我们先从 ORAN 的 Software Community 的发展状况谈起。那这个如果有参加那个证教授的第一场，各位看到这个投影片。那我们讲比较细一点，那这张呢可以分左右两边，有绿色这边是比较偏实作部分的，那有 OSC 这个社群帮忙。然后在右手边有蓝色这边这一块呢，是由 ORAN 的联盟，他们是专门做 spec 的。那主要是由 workgroup 的一啊，他来主导这样。那他会产出一些 use case， 那他也会收集其他 workgroup 产出的use case， 然后定期的会产生一些 spec 出来这样。那这些 spec 呢，他其实也会跟3GPP 就做 sync。那 sync 完了之后，我们就会产出测试的 spec。那把这些文件集中之后呢，我会传给左手边这个有关实作方面，跟实作相关的委员会。那这些委员会呢，它会根据实作的时候会根据，目前可以得到的一些resource， 然后定期的去发布版本。那发布版本的时候呢，就是那些资料，比如说设计的资料，做出来的 software spec， 它会放在 OSC 的 wiki 上面，然后再回馈到ORAN 联盟这边，那做个良性的循环。那我们在实作的这些这些委员会里面呢，它有一些代表的参与厂商，比如说在 TOC 这边呢，有 AT&T 中国移动，有 Ericsson、NTT Docomo 等等。那在左手边这边就是 RSAC 里面呢，主要参与厂商有 Ericsson、Nokia、AT&T、中国移动等。那这个红色框框框起来的是我这个部门主要发展的两块，一块是 XApp 这边这一块，一块是 Platform 这边这一块。那这是 OSC 的 timeline， 在2018年的时候，这个 ORAN 的联盟就 announce 二月。然后开始有 white paper 出版。那在2018年的10月，就是 ORAN 联盟正式 launch， 然后跟着
OSC 呢也 launch 在2019年的4月。那第一版 Amber 呢，它出版在2019年的12月，之后呢大概每半年就会出一版，比如说有 Bronze， 有 Cherry， 然后有动版。目前的话就是我们 support 到 Emerald 的 release 在去年的12月，那最近的话呢在今年的7月有一个 F 的版本。那为什么说从 F 这边就没有特别对版本做命名，是因为那个版本命名投票那个单位已经没有在投票了，所以之后呢就直接用英文字母来命名。那这个是F release 有 update 一些相关 的东西，那我们先大概看一下几个就好了。那在platform 这边这一块呢，在 E2AP 这边从 1.1 版升到 2.0 版，那有加强 E2 的连线跟断线的能力。那 XApp 呢也可以从RAIN 这边这一端呢可以 query 它所 RAIN 所支援的能力。那还有就是这个 A1 Mediator 有重新 implement， 那它是以 GO 的语言来做。再来就是在资料库这边呢已经从 Redis 5升级到 Redis 6。那再来 Rig Deployment 这边这块的资料呢可能将来不会放在第一批的目录里面了。最后呢就是有关于 GOXApp 的 Framework 跟 Python 的 XApp 的 Framework 呢，它已经可以支援用 RESTful API 来做有关于 XApp 的注册还有 XApp 的 Subscription 的部分。这个是有关于 platform 的，那接下来这是有关于 apps 的，比如说我们有新的 KPI monitor GO 的版本，然后就是 Travis Steering 的 use case 呢已经跟那个 RCX app 去做整合，然后 Bouncer 这个 X app 也会有做一些修正。那最后呢在 Travis Steering 这边的 use case 呢已经开始有测试的 tool 可以使用了。那之后呢是一些比较其他模组的在 F 版本上的更新啊，那还蛮多的，我们就先跳过。那在这个 software 发展讲过之后呢，就是我们来看一下在 software community 所提出的一些 architecture。这个呢是比较大的 Orin architecture， 我们可以分上下两块，上面这一块叫做 SMO。Service Manager and Orchestration， 那下面这边这一块呢有 Near Real Time Rig 这个 module， 还有一些基站。那我们先从 SMO 这边来看，那它的左手边这边就是有很多 Manager， 那它就是会常常对基站收集一些资讯，那这些资讯呢会被右手边的这个 Non Real Time Rig 来使用，那它会搭配应用程式的设定，应用程式的目的，然后会有产生 machine learning 的模型。那这个模型在 offline training 的时候会有产生一些参数，会透过 A1 这个界面然后设到 near real time rig 这边来。那设下来那些参数呢就是会被 XApp 去使用，那 XApp 会根据那些命令呢去对根据 E2 这个界面对下面的这些基站呢发送很多 control 的命令。那当然它也会时刻去监看这些基站回复的讯息，那时时刻刻去调整它所下下去的参数，然后确保就是确保可以达成就是应用程式下下来的一些参数想要达成的目的。那在这个 architecture 呢我们接下来要看一下有关于 near real time rig 这个部分。那其实 near real time rig 这个部分呢它最底层啊其实架在 Kubernetes 的系统上面，所以在这个 Kubernetes 的系统上面呢是一个一个的微服务、啊、那在 Near Real Time Rig 这边呢有三层，那个最下面这层是 Framework， 那它有放 ARM 的 Module， 就是处理有关于信息沟通的 Module， 然后还有 ASN.1 就是处理有关于信息的解压缩跟压缩的部分，然后再就是有关于资料库的部分。那在上面这一层呢是有关于 Near Real Time Rig 的元件，也可以把它看作是一个平台层。那这里面有很多 module， 那这里的 module 呢几乎都是 GO 语言写的。那我们可以先看一下 E2 的 termination， 那它是负责有关于
跟基站连接连线的部分，沟通的部分。那这个 E2 Manager 呢，就是来管理 E2 Termination 跟基站的连线。那如果说我们上层 platform 的上层有 run 一些 X App 的话呢，那这些会由 X App 的 Manager 来做管理。那这些模组之间的讯息的沟通呢，会有一个 Routing Manager 来管理。那再来就是，如果说 X App 想要时时刻刻去知道有关于基站回传出来的消息、回传出来的参数等等，就是它会有 Session Manager 来帮忙做一些订阅的行为。那在这个 platform 之上呢，就是我们比较熟知的 X App， 就是说你有一些什么微服务，你可以服务刚刚介绍在 Non Real Time Rec 设下来的那些参数。那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些微服务它在 KPIs 上显示的样子。好，你可以看到在 KPIs 的系统上面，它有自己 KPIs 的 pod， 然后在 Rec 的 component 上面，你有看到它有一个 platform 的 namespace， 然后下面是 X App 的 namespace。那我们接下来就是大概细说一下有关于那个 platform 里面的元件，像这个的话是 E2 termination， 那它跟基站之间呢是用 HTTP protocol 作为连线，那它往基站那一端呢就是 HTTP 连线，然后上面会架有一个 E2 AP 的 protocol， 这样就是我们从X App 模组它传讯息的时候是用IMA 的连线跟 E2 Termination 做沟通，之后到了 E2 T 的时候呢 ，E2 Termination 的时候呢，这些 IMA 的 message 呢会转成 E2 AP 的样子，然后在 HTTP 的 connection 上面呢去传给基站。这是有关 E2 Termination 的部分。那刚有讲过 E2 Manager， 它就是管有关于 E2 的 connection。那这个 E2 的 manager 呢，其实它也有对外界提供 RESTful API， 我们可以透过这个 RESTful API 来对这些连线做控制。那 E2 manager 呢，也会存一些资料，比如说像右手边这边，你可以看到有 global 的 general BID， 还有一个 COUP 的 ID， 然后还有 DU 的 ID。那目前的话呢，这些 option 呢，目前都还没有支援这样。那接下来是这个 Routing Manager， 就我们有讲过 Routing Manager 是有关于讯息方面的管理，那可以有这几个 module， 那比如说 Northbound 的 Interface 呢，它是会去一些 Manager 的 module 里面呢去抓一些讯息的资料出来，就那些讯息的资料呢，我们会在 RPE 这个 module 里面呢把它做成 Routing Table， 那把这些 Routing Table 呢再透过 Southbound 的 Interface 呢把它传往之前的这些 module 里面，那时时刻刻去更新这些 module 里面的 routing table， 让它的讯息呢能够准确的传送到目的地。那这个呢就是我们刚刚讲的一个大致上的流程，像这个曲线框框框起来就是 RT manager 的部分。那 RT manager 部分呢，第一会先从左手边左上角这边开始，它会以 RESTful API 的方式呢向 X App 的 manager 取得目前有哪些 X App 正在运行，那之后呢，会从这边抓到的资讯呢，去产生 Routing Table， 也可以讲是 Routing 的 Policy， 然后去把跟 X App 的连线建起来，然后去对它做更新的动作。那这个时不时都会 run 一下这样的一个行为，那确保说每个 X App 有最新的 Routing Table。那接下来这是我们刚也有提到的 Subscription Manager， 也就是说如果你的 X App 需要基站时刻去提供它目前的状态，你就可以有一个订阅的行为。所谓订阅的行为呢，就是 X App 会发送一个 Subscription Request 的 message， 然后到 E2 Termination 再到基站去，然后成功之后呢，就订阅成功之后会有一个 subscription response 回来，这样有这个 IMA 的 message。那更之后呢，这个基站的话就会主动，也就是说用 push 的方式，直接把里面基站的一些资讯呢，把它推回 X App 那一端。那目前的话呢，就是我们订阅只有支援 report 的这个能力啊。所谓你 report 的能力，就是每一段时间之后，基站都要回传它本身的一些资讯。
那其他像 control policy insert 等的目前还没有支援。那当然如果 X app 有自己 restart 的时候呢，就是 subscription manager 也会自动帮他做subscription 的恢复。那当然如果 subscription manager 自己死掉又 restart 的话呢，那他当然也会从 SDO 里面去把 subscription manager 之前的订阅的状态全部都会恢复。那这是刚刚我们提到有关于 subscription manager 的一些 procedure， 比如说 X app 会透过 IMA 的界面呢向 subscription manager 发送 subscription request， 那把 report 我们刚有讲一个 report 的参数存起来之后呢，就是更新连线之后，然后它就会回一个 respond OK。 那这里平台里面呢也有一个 alarm adapter， 那我们先讲这个 alarm adapter 里面有两块啊，一个叫 alarm adapter， 一个叫 alarm library。我们先讲下面这个 alarm library 的意思，就是它所提供的就是你去发送警报，或是把警报清掉，或是再发送一次。那有关于 alarm adapter 呢，它就是在什么情况下，它要使用 alarm library 去驱动那个警报等等。那这个 alarm adapter 呢，其实会跟普罗米修斯的 alarm manager 去做结合。然后把一些讯息呢，传到普罗米修斯 GUI 上面。这个是 alarm adapter。那再来，我们要讲有关于 A1 mediator 这个。那 A1 mediator 呢，就是我们刚刚有提到，就是 near real time Rick 对，透过 A1 界面，然后对 near real time Rick 下一些参数的时候，在 near real time Rick 这边呢。会有一个 A1 的 mediator 来负责接收，然后并且把这些指令呢，利用 IMA 的方式呢 pass 给那些 X app 去做使用。那 A1 mediator 提供的界面，其实我下面这边有 A1P， 有 A1 的 EI， 就是 enrichment information 的部分。再往下这边就是有关 SMO 那边，其实对它以下的元件。也会做一些资料收集的行为，那它透过了就是 O1 的这样的一个界面，那在 Near Real Time 里面呢，负责跟 O1 沟通的，以 O1 这个界面跟 SMO 沟通的呢，就是 O1 Mediator。那 SMO 呢，在 O1 这边用的是 NetConf 的这个 Protocol， 那它收集的资讯有 FCAPS， 就是失败的状况 Fault。然后 configuration 设定的状况，然后 accounting 就是统计的资讯，然后 P 就是 performance 效能，然后 S 的话就是 security 也关于安全部分的一些讯息。那这个的话就是 O1 mediator 在GNOB 就是基站跟 X app 之间，应该说利用基站的资讯或是 X app 资讯在那个 NetConf 上传输的资讯。那这些 architecture 呢可以做的application 有哪些？好，这是我们介绍第一个是 instance monitor。 这个主要的目的就是他想要时时刻刻知道基站目前的状况，所以你就会看到这边有几个步骤。我们先看这张图里面，就是灰色的这个啊，就是我们刚刚看到在Near Real Time Rick 的 Platform 上面的一些模组，然后下面红色这个就是基站端，然后紫色这个就是我们的 X App， 然后 GUI 就是显示端。那你可以看到，就是刚开始的时候，我们的基站要先跟 E2 Termination 做连线，那连线完了之后呢，我们要做一点订阅，所以 Instant Monitor 呢会 send 一个 IMA 的讯息，比如说像 Subscription Request， 然后传到 Rain 这边去做订阅，比如说让它长时间 report 一些基站的资料出来。那在第三个步骤呢，就是那些 report 的资料呢传回 Instant Monitor 之后，他们把那些资料存在资料库里面之后呢，我们的普罗米修斯就会固定时间到 SDO 做 polling， 把资料抓出来之后，然后显示在 GUI 上面。
那你可以看到右手边呢，它就是它显示的状况。比如说，如果我是抓 U1 的手机讯号强度，那它就会修得长这样子，其他等等。这是有关于 Instant Monitor 的 X App。那这个是有关于流量的引导 Traffic Steering。这个呢，我们直接看一下 UI 比较简单。就是这边看到有三个基站，这边一个，然后这边一个，这边一个，那你会看到大部分的手机呢都是连往上面这个基站。那 Traffic Steering 的主要功能呢，就是根据手机强度啊，它把这些手机的连线以 handover 的方式啊，把它传到以 handover 的方式把这些 loading 这些手机的 loading 呢，在这支基站，应该说这支基站呢在手机上的 loading 呢把它传到其他的基站上面。比如说像这个很近的手机，它连的却是这一个远远的基站，那我就把这个手机呢用 handover 的方式把它换手到这个基站来。像这两台手机也是，就是把它的流量呢平均分配一下，那它的 criteria 就是U1 的讯号强度，有点像是有关于 load balance 的那种感觉。那因为我们刚刚有讲到 handover 啊，所以我们也有做一个 handover 的最佳化。那这个最佳化也是个 app， 也是个 app 的形式。我们可以看一下右下角这边传统的换手流程。那这个换手流程的话，你可以注意看哦，它在 handover 的 preparation 这边，它花了168个 millisecond。那如果我们改用这种 location based 的handover， 那它可以从168个 millisecond 把它缩小到30个 millisecond。 那这是这个 X App 的主要目的。那这个呢是讲，这是个合作案，就是讲有关于节能的合作案。那它主要的目的呢，就是它会时时刻刻去监看基站网路的状态。那如果说在基站的网路里它流量有比较小的时候，我就把一些流量呢把它集中到某些基站里面，那剩下的没有用到的那些基站呢，它就把它 shut down， 用来省电这样。然后呢，最后我们来讲一下有关于 Eatry 在 ORAN SMO 跟 RIC 上面的一些解决方案。那这是在 Near Real Time RIC 上面，在 OEC 这边呢，我们有已经做到 Emerald 的这个版本，然后呢也有支援一体式的基站管理，或是分散式的基站管理。那在 ORAN 这边呢，我们的界面已经支援到 E2AP 1.0 跟 A1AP 3.0。那在管理功能这边呢，有刚刚看到的 Instance Monitor、Traffic Steering、Rig Performance。那当然还有刚刚有看到一个 Handover 的 Optimization 跟 Bandwidth File Location。那在 GUI 上面呢，你会看到有 Accept 的上下架，然后支援一体式的基站、分散式的基站跟 E2 连线的管理。那我们也支援刚刚那个 Instance Monitor 跟 Traffic Steering 的功能的显示。那在 SMO 这边呢，就是我们在能源管理系统上面，我们有比如说 O1 的 Interface 支援，场域的管理、配置的管理、效能的管理、故障的管理、软体的管理，还有账号的管理。那在 Non-Near-Time RIC 这边呢，就是我们在界面上 A1AP 也支援3.0， 然后我们也支援 R1 这个界面，还有 AI 跟 Machine Learning 的机制我们有支援，然后 RAPP 的上下架。这个 RAPP 啊，指的是在 Non Near Real Time RIC 上面跑的一些 APP， 那在 Near Real Time RIC 这边跑的是它的名称叫做 XAPP 这样。然后另外它也有支援就是自动关联 neighbor 的基站，然后还有自动去 assign physical cell ID， 然后最佳化覆盖率等等。那这个是这
两年我们参加的一些展览，就我们刚刚的那些解决方案啊，比如说像尼尔尔坦瑞克啊，那尼尔尔坦瑞克，还有一些能源管理。那我们是在2022年的MWC 巴塞隆那这边，我们有参展。那 Energy Saving 也有。那去年2021年，我们在上海，也在巴塞隆那都有参展。那除了参展以外啊，我们又有一些得奖，就是我们有跟业界合作，在 5G Orange 的节能专网上面，我们有得到小基站的论坛奖。这样，左边这边。这个最后是，我们有跟那个5G 创业，5G 产业创新发展联盟，应该说我们有参与这个联盟。那这个联盟呢，主要是由电电工会、然后经济部、业界、学界还有法人单位，共同组成的。那因为我们有参加，开源系统软体 SIG， 所以呢，我们今天有这个分享，在这边。那我今天的报告呢，大概就到这里。那看大家还有没有什么问题，这样。就我这个报告会比较偏向一点点实作的部分的。好，那现在现场听众有没有想要针对今天的主题向讲者提问的？那现在可以举个手，然后我们工作人员会拿这麦克风过去。请。好，请稍等一下，我们工作人员正在全速的前进中。谢谢。Kevin， 谢谢分享。想确认一下，所以你们开发的那些东西，会再 contribute 回去 OAC 这边吗？那如果不会的话，你们后续的 maintain， 举例来讲，它的 release 1后面再升版，你们后续这些 maintain， 你们会打算要怎么做？谢谢。教授你好啊，对，然后我们这边其实对一些 platform 的 module 是有修正的啦，因为可能是他们发展的还不够快哦，所以公园这边有帮他修正一些东西这样。那说会不会回馈到 OSC？ 我是觉得我挺想回馈的啦，因为有来有往这样，那大家一起对这个圈子做点贡献。那不过这个还是要请教长官，还要请教长官说，适不适合，然后用怎么样的途径去回馈给 OAC 这样子。不过我看，虽然我们有对这个 platform 做一些修改，那其实在后面的几个版本，或者说这一路过来啊，他们其实也有在追赶啊。那我们不会，应该说我们不敢确定说我们修改的方向是对的啦，但至少在我们 run 这些 X app 的时候，它是需要修改，然后才会执行正确的。那在 OEC 这边这一块呢，我就不是很了解他们发展的方向会不会如我们想象的那样子。所以你会看到说，在 Orange 的联盟这边跟 OSC 这边呢，它发展的步调有一些不太 sync。那通常都会是 OEC 这边会发展比较快一点，那他们会就他们的认知，然后去做一些开源的软体出来这样。那就我们这些外部的厂商啊，就是我们就会拿这些 OEC 做出来的东西，然后做一些比如说跟我们 XApp 的整合啊等等这样。那至于你刚提的问题啊，就是我会去跟我们长官聊一下这件事情。谢谢你的提问。请。请问一下 Kevin，你刚前面提到那 F 版 release 的时候，前面那些 Rick 的infrastructure 是有改成 Go language， 那不晓得原本是不是 C 的版本，或一个是原本是什么版本，其实我不清楚。第二个是说改成 Go language， 它的最大的 motivation 是什么？你说改成 Go language 的目的是什么？对对对对对。问得好。
调一下这个。Go language 应该要看另外一张比较好解释。就是目前呢、啊、，OSC 在 platform 这边这一块，就中间这个橘色这边这一块，好像都，最后好像都会改成 Go language 啊。那在 XApp 这边呢，其实有三种语言可以使用，比如说像 Go、Python、C++ 也可以，就三种。那我是不太知道说为什么他们 platform 这边全部都用 Go 的语言呢、啊？对对，那因为我没有学过 Go 的语言，这样。对，所以我不太敢 comment 说这个 Go 语言上面有什么独到之处这样。对，因为我本身是写 C++ 的这样，嘿嘿，不好意思，没有回答到你的问题。不过它的确是有这种趋势，就是中间这一段全部都会变成 Go 的语言这样。对。然后大家还没有什么问题。好，看看现场听众还有没有什么问题想要向讲者提问。好，那假如没有要再提问的话，那我们就掌声谢谢 Kevin 今天带来的分享。好，谢谢大家，谢谢。